上面这杆子，你别看怎么看，叫我看非常漂亮。你别看我本身就做假，可是你的客户你讲不通这个，你只能说因为这个 FDA 它要求的严，我们不允许放什么酵母添加剂在那出去，你就拿什么包是吧？我想我看，我给你拿了，给你送去，放起来放在那儿。也不是，今天晚上收拾行李先走。那个就是咱们小一辈，就是咱们爷爷奶奶那一辈做的方法。